等一下，我架一下那个东西。刚刚回中心啊。哇，累了，太累了，主要是车程比较远。工作倒是不累，就是直播了一小时，所以就回来用口袋直一会儿。我来插一下灯儿，不然我感觉不够亮，不够高清。感觉插了灯之后又高清很多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等一下，不睡觉，我刚在车上睡了，我去的时候睡了一觉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又睡了一觉，睡得我腰酸背痛，就不想睡了。输一下密码。都关机了，自动关机了。是不是突然觉得光线好很多呢？啊，是不是突然觉得高清很多？一般打完光之后会显得高清很多，还好今天工作量很不大，就是直播了一会儿，我还挺喜欢这种抖音直播，但是呢，就是车程有点远，坐车太累了，开个水喝一下，然后今天吃了好多，今天拿了好多好多化妆品回来。几乎是一整套的化妆品，感觉特别的开心。查一下声卡，进货了，进货了，谢谢可乐没气儿了的飞书传情。喂喂喂喂喂，谢谢飞书传情。08就是按着会疼，但是其实还好，不疼。都给我了吗？也没有，但是给了很多，给了个大礼盒，然后还给了一堆化妆品，觉得哇哦，超级大方，超级好。放个背景音乐啊。哟，有没有别的歌？想听点欢乐的歌。你这个歌已经很欢乐了。告五人，等我找找。发现我今天吃了一天的零食，然后直播结束之后还吃了冒菜，好辣。刚在车上还吃了饼干。上次有收到粉丝送了我告五人的专辑，榜一的钱赚回来了吗？我觉得肯定是赚回来了的。榜一对吧，那个太也没有很卷，那个榜一还是比较简单的，毕竟是带货区的，大家都不刷抖币，大家都不刷音浪的，大家都是刷人气的，不是不刷音浪的，不拼音浪好吧，音浪不重要。谢谢我是单脚站立稻草人。就抖音分为两个区，我把背景音乐搞小了，一个是音浪区，一个是带货区。音浪区就是打音浪的，就是打 PK 的，然后就是
刷礼物的，然后呢看赢了多少，有小时榜，然后呢每个小时刷新一次，然后前榜三的主播就能得到抖音的推荐，每小时上广场，这就是打音浪的。还有就打带货的，带货榜就跟音浪榜不一样，它不需要音浪，它只需要人气量。所以为什么要点赞刷弹幕，就是为了人气量，为了进人啊，懂了吧？哦，我好像很懂一样，其实也没有很懂，直播看直播看直播看了半年了，小有研究，看了半年不能白看啊。不是看美女主播，虽然美女主播也看，也不是说他们不美，但是重点不是美女好吧，重点还是调研。还看一些就是唱歌主播，然后去看看他们有什么好的歌单啊，可以学一下。你也喜欢看美女主播哦？实地考察，对，你看我，你们知道我之前考二级建造师的时候，为什么我没有过吗？我的工程法规高分，100分满分，80多分，然后那个什么工程管理也是，反正就是前面两个理论分都是高分。对，就实务没有过。实务是什么呢？实务就是实际操作，它要考验实际操作，需要调研的。这东西你不去工地那么几年是很难学会的，很难懂。你去了工地之后就会很懂。对，实务就很难考，实务是最难的。但凡你有那么点就是工地的技术经验，你就能过。对。不像我这种去工地划水的，我就只考过一次，然后就进团了，就没考了。我就实物差了几分，还是差了10分，我忘了，反正没差多少，差一点点，其他都过了，蛮可惜的。造价，我其实就跟工程造价差不多啊。不考了，最近都没有心思在那个上面。最近是不考了，等过段，反正因为我像我舅妈妈，就是我前段时间不是有提到年龄焦虑这件事情嘛，然后我前段时间有跟成员说，我说你们不要焦虑，因为不要觉得什么就是退团了之后没有事做，或者是说觉得哎老了怎么样。其实我舅妈她最近几年刚刚考二建和高级工程师，刚考，他们的儿子都多大了？比我还高，他们的对吧？比我还高，他们刚刚转行，他们之前我舅之前是学的计算机还是什么，我忘了，反正不是，好像是之前是搞了销售还是搞了什么，然后也是近几年刚刚转的行，转到了工程这一行。然后跟舅妈一起，然后他儿子去读书了，他们就在家里边找了个工作，然后呢在家里就边看书，在工作的就是工作的闲余时间看书，然后考证，真是学无止境，一边做家务，然后忙完家务之后我舅妈还在看书。所以我真的觉得我家里人也是个榜样，虽然我家里发生很多事情，有时候想到会觉得很焦虑，可是感觉他们也是榜样。就是很多时候你别觉得改行很焦虑，虽然改行真的蛮难的，从零开始，但是年龄其实不重要，你只要想学真的学无止境，什么时候都可以从头再来。因为我真的是一个被年龄焦虑折磨了好多年的人，说实话，你别看我现在这样，哇，我现在这样能想通也是想了7年，太折磨了。而且我现在这么说吧，
其实我也还是会被折磨到。谢谢山青今天欧了妈的浩瀚星海，我现在听上去好像非常的浩瀚星海，其实我可能某天心情不好的时候被刺激到了，还是依然会焦虑，还是依然会难过。可是能想明白还是自己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谢谢可乐没气儿版的皇冠。重要的还是要把自己说服，很多时候别人安慰你，你只是觉得啊还有人陪伴，安慰很重要，但是也其实还是要自己把自己说服。谢谢杰北卡卡卡的浩瀚星海。当然陪伴很重要，陪伴是那一个致命稻草，致命稻草，救命稻草。致命稻草是什么？致命女人吗？什么东西啊？对，我看什么了？致命女人我没看，我想看来着，听说很好看。谢谢陈阳玉宝，陈年阳玉宝的七夕快乐。谢谢树皮的浩瀚星海。就是刚进团的那段时间，我真的，我不是总选发言也讲了吗？其实我之前也不太敢提这个话题，我怕越提越多人会过来提这个话题。谢谢天天 K 的浩瀚星海，我就选择哎，那还是别提了吧。然后，说着反正谁知道对吧？我想说哎，还是说吧，说完自己想说的话，因为我前几年的发言总是很紧张，没说什么，就想说点什么。但是真的前几年从刚进团的那一刻起就开始焦虑了，因为身边的同龄人，不是同龄人，同期生，还是甚至是前辈，大家都年龄比我小。谢谢饭圈里最惨的人的浩瀚星海。然后真的，然后新来的人就更别说了，总会自己会去想环境会就像被什么东西压迫，就好像你沉入海里一样，就是被东西压着，你天天就喘不过气来的感觉。谢谢草长莺飞的七夕快乐，就每天每天就喘不过气。是的，你想找人说吧，其实身边也没有什么人有这样的烦恼，你感觉你就觉得没人说，他们会觉得啊你别想太多了，就觉得哎没什么可说的。谢谢长颈鹿爱睡觉。对呀、啊，然后他们说：“哎呀，你，对吧？反正感觉还是要自己想通。其实，朋友什么的，成员、队友啊，家人都只是个陪伴。虽然陪伴很重要。谢谢扶正的浩瀚星海。人嘛，生活嘛，但是真的想想，七年前的自己其实好年轻啊！当时我居然还那么焦虑，还天天辗转反侧，撕心裂肺，睡不着觉。天哪，你们敢想象？谢谢寒夜的七夕快乐。我要是七年前的我，我该多快乐呀！现在这么想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想想七年后的自己，再想现在，会觉得哦，现在自己好年轻啊，干嘛还那么痛苦？所以，对吧 ？Who care？Who cares？ 我没有必要，就是没有必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个时候这种东西上面。你可以焦虑那么一下下，但是你不要一直把自己困在里面。谢谢 M12 顶级小肥鸟儿的浩瀚星海。对啊，不要钻牛角尖。我进团前几年就特别的钻牛角尖，我的天，太痛苦了。那时候还有 staff 找我聊天，说你怎么样，哎。但是真的，我自己想不通的情况下，别人再怎么说你都想不通，你只有觉得别人在说教你，你反而会觉得很生气，但是你又不能说，因为别人是为你好。谢谢静宝的飞书传情，对不对？七夕快乐。哎，七夕了，今天是七夕。隔壁有人生日哎，谢谢静心传来的七夕快乐，谢谢人类不适者919的七夕快乐，七夕快乐！我刚拿了好多化妆品回来，但是我
不展示一点点了。哎呀，就这个啊，这不是。这个我把这个口红拆下来，拿了两个口红，一个是什么11311，还有1314吧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1314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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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一努努奥的七夕快乐，谢谢大家的礼物刷屏，谢谢严森，谢谢大家的七夕快乐。对，也算是给自己的一个七夕礼物，哈哈。谢谢云中绽放的草儿，也不是给自己，就是品牌爸爸给我的七夕礼物，对对对，很开心，对对对。谢谢 WXJ 的七夕快乐，赚到啦！看看花草 TT， 哇哦！这是那个碎碎，还要自己安上去的，原来。欢迎单退王 ABC6344， 好漂亮哦！其他我就不展示，你们都在直播间看过了。谢谢无口沉默的狮子的七夕快乐。这个怎么搞上去啊？这样，呜、哦！我今天还在直播的时候转这个转转，我觉得好好玩啊这个。谢谢 WXJ， 但好像卖完了。我今天下播了之后去看了一下那个直播间里面，这个好像卖，这个两个色号好像卖完了，还有一个是，这个是1314对吧？还有一个是什么？还有一个是1311卖完了，谢谢帕拉提尔的七夕快乐，对不对？卖完了，这个就是我喜欢的那个红点的色号，另一个就送人了。谢谢帕拉提尔的七夕快乐，因为我不怎么用不红的，都是用这种特别红的，啊、然后那种就是豆沙粉的就会就送人了。对，我那个眼影，眼影跟我的也很配，谢谢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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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七夕快乐，这盒子可以扔了，这口红我之后就可以用了，非常的开心。对啊，我回送人了，扔了扔了，这个扔了，看漂亮，哦，谢谢皮卡丘球的七夕快乐，谢谢督测心啊。这个就是我今天吃那个糖啊，好好吃。谢谢法盲的七夕快乐。现在在服务站跟阿星两个人看到这个之后，觉得很像童年的味道，然后就买了，就是童年的那种小糖果儿，感觉我之前小时候喜欢吃。谢谢心向天空，甜甜的童年小饼干儿。谢谢刘初三六六的七夕快乐。对，就是塔糖，就是塔糖。这是一只千岛酱，给你隔空问一个，你要吃什么口？甜味的，没有什么区别，其实都是色素，呵呵，白的吧。知道了吗？谢谢今天都欧了吗？谢谢灯泡闪闪，不吃了不吃了，胖死了，今天吃了半盒了，再吃一个。哇，这个有点上瘾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好吃好吃好吃，好香哦，就是那个糖塔是甜的脆的，饼干是那个酥的，放起就很上头，对，越吃越好吃。谢谢督测心，怎么跟带货一样，快关了快关了啊。盖上了，把它放远点放远点，
谢谢千亿，幸福的千亿。明天再吃。谢谢督促性的美人事儿。是不是很久没看到我的刘海，就是正经的刘海造型了？因为我今天穿的是旗袍，然后是薇姐提供的。哎，我还以为这个花是我的耳环呢，原来这是特效，谢谢督促星。然后好像是我之前有穿过，我之前有买过他们家的衣服，买过好多次。谢谢像雾像雨又像风 ZY 起的七夕快乐，叫什么拉菲姆，不会读，就是之前在那个我喜欢去那个静安寺那边买衣服，然后买来唱歌的，对，就是有点贵的那个品牌。谢谢 Nico 的七夕快乐。然后今天好像穿他们家的衣服，然后说，哦，这个不是我平时买那个衣服吗？对，他挑的还挺适合我的，那个颜色还挑的挺适合的。谢谢都心策的浩瀚星海，然后就穿了那个旗袍儿。然后那个旗袍我就觉得很适合搞一点刘海，再搞一个这个黑长直，所以我感觉我好久都没有黑长正经黑长直了，一直都是各种怪发型，什么红头发呀，然后就是什么支棱起来的刘海啊，卷头发啊什么的。谢谢小万熊是你爷，上次那个 Nine 那个卷头发，我的天呐，我还是只有排练的时候发型虽然乱了点，不过好看一点，可能是排练的时候是没弄发胶容易乱，不过其实觉得拍照好看，然后每次正式场合发型都会变丑，可能是因为来不及搞造型了，就很怪，感觉有点凸显的。对，排练的时候觉得好像好看一点。谢谢蠢萌鸡是弟弟，谢谢活在梦里的阿山山山山的奇奇怪乐，都好看吗？可然后就有很多东西排练的时候，我你知道什么，我的那个 vlog 一直没有剪嘛，因为我想要他那个排练的时候的一些录屏，没有人还没发给我，没有人发。谢谢一号的七夕快乐，让他们发给我，我就把它剪进去了。对，我明天看看有没有人，就是成员什么的或者是老师发给我一下，然后剪进去。谢谢天天 key， 我想要把后台之前排练的视频剪进去，剪一点点。谢谢狒狒君，但因为我的素材太少了，感觉好无聊哦，随便发发，随便看看吧。哎呀，反正因为我很久没有更新了 B 站，就很纠结，很纠结，很纠结，纠结。谢谢劲爆的七夕快乐，随便发发吧。对，然后就是我排练的时候穿的是另一件衣服，哎，怎么会有人混进去的？谢谢云家小柴，不是，不是那个叫什么什么啊？怎么会有就是可爱的人拍到了反图？谢谢云中绽放的草儿的浩瀚星海，啊，是不是家属啊？是不是那个？是不是家属？我记得好像会有家属能够进去看的。睿智的表情，人脉是吧？人脉，万能，很厉害。对，你们都是 GNR 的，难怪上次有一个 GNR 小朋友说啊，天草，我妈妈有你的签名。然后另一个说啊，我妈妈也有你的签名。原来是这样，你们是眼线，我还睫毛膏呢，我还口红呢。
对，我穿的是一套红裙子，但是那个红裙子太短了，然后就是公司没让穿，最后还是穿了就是 Kiki 徐佳琪前辈的 B50 的那个裙子。然后正式的那条裙子其实我之前没有试穿过，是当天穿，当天就跳了，然后我不知道什么效果就跳了，谢谢如此不持续的皇冠。对，所以可能动作跟那个裙子不是很配合。对对对，是 Kiki 的裙子。然后我本来穿的是自己那条裙子，自己那条裙子太短了，要爬桌子什么的嘛，虽然比较配合我们的动作，但是怎么说呢，会可能会比较那个点，嗯，短，就是短。哦， SPY 的裙子是，谢谢蔡丁克儿。然后最后临时换了那条长裙，但是有点不太适应。嗯，好那个。离屏幕远点好。然后那个自言自说就还很不错，因为自言自说的话衣服是新做的，他还给我做了一条，就很良心，给我做一条黑裤子和一条白裤子。他说你想穿黑裤子就穿黑裤子，想穿白裤子就穿白裤子。我说那还是穿黑裤子吧，因为丹妮穿了白裤子，然后就穿了。然后靴子穿的是我自己的，因为我另一个靴子借给别人，因为他那个服装部的靴子我借给别人了，我就穿了我自己的靴子，其实长差不多。嗯，自言自说。嗯，我还是只有排练的时候比较好看。但是自言自说，你们说我那动作娘，你们有看过自言自说的本舞吗？你们看过吗？这已经，他已经改编了，不错了，已经改编了，已经不错了，就那么几天时间改编。你们看过他本舞吗？就是穿着露腰装，然后四个几个女的，就是非常漂亮，非常仙女，看过吗？你们还说这个娘，这还已经差不多够得了，得了，好吧。啊，这动作就是长那样的，没办法，就是现代舞那种感觉，很飘逸，很仙啊，很忧郁。谢谢云家小柴已婚版的。浩瀚星海，对，没有办法。哎，转圈圈，当时我们已经跟老师吐槽了，说老师这个是被允许的吗？这动作这么娘。他说已经改了，老师都已经帮我们改了。对，那老师是个男老师，但那个男老师是编什么舞的你们知道吗？是编春夏秋冬的，然后编 monster 的，就是那个男老师的编舞非常的，经常马老师用他来骂我们，说你们跳舞还没有一个男的妖娆，就想说就他就是他已经不属于正常人类范围内了，你要我们跟他比，就是确实是有点比不了。就是你可以观察一下，就是前辈们的伴舞，其中有那么几个就跳得非常好的男伴舞，就是我们的编舞，女编舞，女伴舞也是我们的编舞，反正那个伴舞团队非常的厉害，不要小看了，哇哦。对，对，就是他们跳舞都很有灵魂，有所耳闻吧。我每次看了就是那个他们的原版视频，就觉得哇，怎么跳那么好，那么有视频的卡点，那个力度，那个哇，那个张力，那个收放自如，那个该柔该刚的那个地方，就哇哦的感觉，但就跳不出来。灵魂不是那个灵，就是真的有灵魂。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，真的是对，有表现力，就是感觉很贴合那个歌词，很贴合音乐。
现在年轻人看多了短视频都不会说话了，感觉每个人的词语很匮乏，很匮乏。你们要多懂得，就是多使用一点词语，对吧？不要总是说那么一两个词语。对，对，不要总是玩梗。啊，对，就是要多用点不一样的东西来形容这个世界，不要让自己的词汇量变得匮乏，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太容易玩梗了，导致词汇量变得匮乏，懂吗？嗯，狠狠的懂了吧？孺子可教也。对，灵活变通，好吧，灵活变通。烦死了。受教了。自己玩梗，我没有玩梗，梗是什么？梗有什么好玩的？梗不就是植物的根茎吗？就是那个东西啊，那个绿绿的那玩意儿，不好玩。茅塞顿开，你是在厕所看直播吗？来背古诗词，不要不背，我又不是范闲。人嘛，生活嘛，又开始背唐诗三百首了，真是醍醐灌顶。鹈鹕呢？哪有鹈鹕啊？一个鹈鹕过来咬了一口。魑魅魍魉，两情相悦，这什么好读的？说起魑魅魍魉来，后来我事后去采访了一下，就是这位嘉宾，就是 PK 的这位对面的嘉宾，我说，请问为什么你要选魑魅魍魉这个词？他说，因为我觉得一般人都不会认识这几个字的。他说一般很多人都在这一个词中间输了。你们看现在小朋友能不能少刷短视频，少玩点游戏，对吧？多读点书好不好？能不能看点书行不行？那么匮乏的吗？啊？我看好家伙，我感觉我过段时间会被抓出来，就是标文盲打了。大家要，就是太嘚瑟了不好，太嘚瑟容易被人就是抓出来黑。要你嘚瑟，要你嘚瑟啊！没有，我也是一个被短视频毒害的青少年。之一，短视频是一个可以让自己有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，但是不能够成瘾。谢谢微微豆奶的清晰快乐，对，可以放松一下，提高一下自己的信息量，但是呢不能让它限制了自己的信息量，不能让大数据把自己给限制了。谢谢遇见木的浩瀚星海，懂吗？我又开始了，感觉像那种奇怪的发言。谢遇见木，对，是吧？双刃剑这个词用的非常的好啊，不要冲动消费，但偶尔消费一下还是可以的，对吧？冲动的话确实不应该，确实是冲动了很多。39集，你们不要再说了。谢谢啾啾啾啾，说了我都看了那么久的抖音，半年到一年了，看了这么久的抖音，这能省下来的钱都够我买一个什么了？啊，谢谢，我好难受啊！别叨了，不至于买房好吧？不至于，这省下来的钱可以用来。买很多花西子了。花草籽是什么呀？
升级装备了，对对对对对，可以，可以买狗了，嗯，天呐，一入斗门深似海，当时想着说，哎呀，就个灯牌嘛，1毛钱，刷个刷吧，一刷，哎，就一个小星星，刷个刷嘛，就1块钱，哎，就10块钱，哎，就100块，啊！太可怕了，然后一只哈士奇没了。但怎么说呢，是有好处的。调研了嘛，对不对？调研了，挺好的。等级也升长了嘛，也很有牌面。谁敢把我的号举报了，我就把他给举报了。谢谢绝不下课的科科的炮弹星海。而且我大部分都是用来点歌的，就是什么唱歌主播什么的，我都不会在怪的地方乱刷的，相信我，真的，真诚的眼神，什么接唱主播，我一般都是直接抖币丢过去的，真的，我不是之前看静安寺有那种接唱嘛，他们会放那种抖音的那种二维码，我就直接不扫现金，我直接扫抖币的。因为这样可能还能混一个互关，啊，大皇子，大皇子是什么？大皇子是支持传统手艺人，好吗？你不知道大皇子的演技很好吗？你看他道具那么多，对吧？给我们表演他的舞蹈，表演，郭老师是那个，就是郭宇的传播者嘛，支持一下郭宇的传播者。你看他给我们提供那么多有趣的段子，郭宇。Yes, Mola。抖音音乐，Yes, Mola，Yes, Mola，对不对？对，知识付费，对，知识付费，精神付费。也不是慈善了，对，都是传统的手艺人。这其实也是怎么说呢，一种现代社会的一种赛博朋克式的，一种传承。可能在古时候吧，别人是就比较高级，比较有价值，就是什么，纺织啊，那种手工艺啊，手艺人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可能就是比较简单，大家都是。谢谢荒林木的飞书城，现在是互联网时代。互联网时代呢，就有自己的新的，对吧？新时代很魔幻的一些，怪东西需要大家来支持，也不是支持，不编了，不编了，不编了。理财，理财，理财，你不同意啊？你给阿里，哎，就我们的新时代手艺人，就也是需要大家支持的。谢谢47 Noise 的浩瀚星海，对不对？说得好吧？你看，有些人就觉得说得好，有些人觉得攒钱吧，就是大家都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，这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色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，很好，很独立。谢谢狒狒君的浩瀚星海，就是不要太麻木的相信别人，去听跟风，听风是雨，是不是？就要有自己的想法，觉得我觉得值得，那就值得。我觉得哎。哎，这个钱我说的话舒服了，哎，我就舒服了。别人觉得，哎，你干嘛花这个钱去追星啊？你觉得，我觉得开心了呀，那就开心了呗。谢谢冷静的七夕快乐，是不是有道理？为自己找理由，没有。谢谢十的皇冠。你看我平时也不看演唱会，也不去看什么东西呀、啊，我们也没有。主要是我真的看不了，我还真想去看演唱会来着。我从来没看过演唱会。狗狗，哎呦，养狗就是怎么说，它就是它有它会咬人。养狗它虽然可以自己开心，但是你身边的人就不开心了。你看你周围邻居会被吓到，会被吓死，说啊，大狗狗、狗猫，你妈会说啊，有细菌，谢谢苦，所以也不一定能养啊，你就只能。云养你就只能在网上看点东西啊，
刷点那个什么，那什么缇娜姐的那个直播呀，哈士奇的直播，米修啊，刷完直播之后丢点礼物支持一下，买点柑橘，酸的要死，然后直播支持一下养狗事业，很正常呀，你自己也养不了，是不是有道理？看别人养就想刷一下。乘八方，对，乘比方，也不是歪理。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的一个宣泄吧，算是，一种宣泄吧，一个出口。对的。给自己丢礼物多没意思啊，心想那我还不如给自己买点吃的算了，给自己丢点吃的，给自己投食，投点牛肉干，投点这个雪碧，多好，干嘛，对不对？边牧贝拉有啊，我关注了那个边牧，对，奥特曼的照片，你要干嘛，在那里啊，在那个天上，我不想拿下来，昏倒副官对，你看就跟狗互关了吧。谢谢灯泡闪闪的浩瀚星海三十九集，那你们看你们几集了，看一下，哎呦，五集了，四集了，哎，六集了，八集了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，看有没有更高的，看有没有更高的，谢谢我们扩充了世纪的浩瀚星海，哎，挺好的啊，厉害厉害厉害，总选助力，哎，看那个牌子挂的，哇，太拉风了，太拉风了，哎，很不错，卷起来了，卷起来了，九级，好家伙，十级，十一级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，让我来开开眼，谢谢饭圈最惨之人，有没有，目前只看到十一级的呀，相互伤害，四十级哪有四十级啊，我感觉口袋没有那么高的等级，一百级，我看我那个号不是不是，抖音跟这不一样，抖音很简单的，眼睛花了，我眼睛也花了，感觉还是这个十二级，刚看了一个十二级的大佬，不玩了，我气抖了，不行，我不能气抖，因为我那个，因为我抖币还没有花完，但是我再也不搞了，真再也不搞了。真的，不争榜一了，不争，太卷了这个世界。但我真的不是为了争榜一，我真的只是想支持一下。就很多时候只是想支持一下，就忍不住，从那说啊，一刷抖音，本来想快乐一下，一看啊，这个人唱歌好好听，一关注，然后一点点灯牌，哎，只唱的好好听，就想支持一下，然后一支持就支持了，就过了，谢谢帕拉蒂亚，就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子的，对，然后有时候去街边看到他们直播那种。街唱主播也有抖音直播嘛，然后一扫二维码，哎，又支持了一下，又支持多了，啊，对啊，就不一定是榜一的问题了。冉冉那个确实是有点，冉冉肯定要支持啊，怎么冉子哥能不支持吗？啊，你一刷啊，冉子哥，这能不支持吗？啊？这不支持怎么行呢？这不是胜负欲的问题，这是染足哥的问题，这是牌面，这是插队的牌面好吗？
快把赞连起来，然后红包发起来，大家都给我，都我差点说都给我滚进直播，大家都给我进直播间看。对，软子哥啊，然后刚刚那个姐姐就看到我的点赞，就一直这样手这样疯狂的摁，她说你怎么这么好，还帮她做数据？我说这是做数据吗？这是我多年看直播的习惯，我已经抽筋了，这是减压啊，减压。然后那个姐姐惊了，心想我怎么那么努力，我点了半小时赞一直没停过，在外面坐着一直点赞，跟个自闭侠一样。真的是个习惯，还好肌肉记忆，但我真的觉得很减压，因为点赞有点那个回馈嘛，会震动一下，然后有时候紧张的时候你就看个抖音直播，然后点个赞就很减压，像玩那种减压游戏一样，还能帮别人支持一下，对不对？有时候觉得很减压。对，手不麻呀，但他好像点到一定程度就不能点了，好像是他会有限制，嗯，点到了好像是几千个还是多少就会有限制，我每次点到限制我就不点了，高质量抖人，点烂了，不至于，它会显示一个你的手速过快，休息一下吧，然后你就得休息很久才能重点。我可太有经验了，我天天点赞点到限制，我每次要点到限制为止，还觉得还不爽，说啊他限制我，我还没点爽，来换个直播间继续点，不是？天哪，你知道我平时有多么的焦虑了吗？我一心情不好，一焦虑就躺那儿，哦，解压，可怕。哎，人嘛，生活嘛，或者是看看口袋的直播也行。口袋的直播千万不要出点赞功能，跟你们讲，我怀疑会卷起来，你们会学我，不行。筋膜枪就没有手那没有那没那位了，我有筋膜枪，就是按摩的那个，还是这个手按的有意思，还是好开心，还是就是为了发泄一下玩一下。别搞这玩意儿，搞了之后你们肯定会疯了，谢谢你们，可能就不发弹幕，天天跟傻子一样的。谢谢云家小草小柴的飞书传情，就在地铁里面，好非常木讷着，因为我平时就是出门的时候我就开一个直播间，看看有什么直播间想看，想听歌什么唱歌，街上主播我都看都不看，画面都不看，把那个屏幕可能不能关，看都不看，就直接戴个耳机然后出门，然后这样。我妈说你出门别玩手机看路啊，不玩，我看路的，是这样，手还没停，就让你点赞，我真的太习惯了，这真是我一个抖音习惯。然后比如说别人跟我讲话说干嘛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哦，你在化妆啊，我跟你讲这个还挺好画的啊，看直播呢啊，点出去了，要滑回来啊，又滑回来。对，太熟练了。我怎么会那么熟练，真的有时候你点的点快了会滑，不小心滑到别人直播间去，你又得滑回来。哎，这种细节看不了那么不怎么看直播的人是讲不出来这种细节的，跟你讲太细节了，我真的是太熟练了，通宵看直播。我记得我有一次看一个街唱主播，一个上海魔都的街唱主播，谢谢金花小甜的浩瀚星海，然后就是从晚上凌晨1点钟直播到早上8点天亮的那种，然后还有粉丝抓到我了，就是在里面说哎这不是天草吗？更可怕的是我已经在，好像是当时已经在口袋说了晚安了，然后我在里面疯狂点赞，然后疯狂说给主播点点关注，大家边听歌边给主播点点赞，然后边当管理员。非常多管闲事，然后那个时候粉丝就说好家伙草子哥抓到你了，抓到我之后呢，然后那个粉丝一开始还跟我卷起来了，卷那个榜前榜，卷完了之后我就很害怕，我心想
完了完了完了，他不会去口袋四八爆破我吧？然后我打开了我的口袋四八，我一看，完了，口袋 bug 了。那天正好好像是 bug， 对。后来就懒得管了，对，气死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不玩了，真的挺解压的，有时候，但是专门如果专门去当管理啊，或者专门去搞这个的话，如果是专门是那种数据组的话，其实还蛮累的。我们像我们这种只是去玩一玩的，其实开心就好的话，对，管理很累的，像这种对吧，小白猪，就是还有什么各种各家管理员，像我们家管理员，特别是。总选期间对吧，在刷东西的，哎，天天刷，盯着看，眼睛都要看瞎了，对不？疯狂刷屏，对对，大家都辛苦啦，辛苦啦，辛苦啦，辛苦啦。像我就是只是，像我就是前几个月已经好，总选期间都已经几个月没看直播了，我就前几天才开始重新看直播的，因为实在是没时间看。对。然后就是真的，我真的只是闲暇时间去看，就是快乐一下。如果是真的是当成一份责任去做的话，我觉得还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。就是能够以此为乐的话，我觉得还是蛮好的。如果太有压力的话，其实就不好了。对，大家都是用爱发电，像我也是用爱发电，但是呢，就是快乐就好。希望大家也是快乐就好。不要就是太被自己的责任给限制住了，先是无尘剑上的七夕快乐，对啊，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快乐。说那么多，我还是想说，对，我刷还是也是因为快乐，我点赞也是快乐，我干嘛都是快乐，所以大家也是要快乐就好。谢谢路过人的浩瀚星海。对啊，就是减个压嘛，所以你们就是不管是看偶像啊也好啊，然后看直播啊也好啊，干什么都是干什么，参与什么事情都是的，就是以自己为第一顺位比较好，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最重要的东西，对，自己快乐才是前提，然后自己的工作啊学习才是第一名。然后把这些事情完成了之后呢，再去看看自己喜欢的主播啊、小偶像啊、然后明星啊、电影啊都可以，娱乐减压，对不对？想干嘛干嘛。是的，是的。不然也看得很焦虑啊！谢谢红鲤鱼驴。是的。又升华了，哎，可恶，又被我装到了。啊。领导发言，脱口秀最后一个环节一定要升华一下，不然就没那位。BGM 形容，我刚刚今天的歌单一直都是告五人的歌单。看了脱口秀，谢谢灯泡闪闪的美人扇，然后准备睡觉了。谢谢蔡林可，谢谢 XX。就今天话比较多，我前几天不是直播嘛，然后我心想我直播好像只能唱歌和玩玩具，我不玩玩具就没话说了。我一开直播发现我不唱歌，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今天还好，今天话还挺多。谢谢座椅座椅 nine 的七夕快乐，今天话挺多的。然后谢谢大家来陪我聊天儿，是的，然后这么多人快来看我聊天。然后今天抖音直播那边有大屏幕可以显示弹幕嘛，我虽然看不清，但是我真的一直在瞄你们的弹幕，就看你们一直在刷我的名字，什么草子哥、王小佳什么的，还有爱心什么的，各种然后互动什么的，就是很谢谢大家过来给我捧场子，很有排面。谢谢麦麦的七夕快乐，谢谢各位爷的捧场。对，真的是第一次带货直播，还挺神奇。但是我不知道说什么，还好那个主播小姐姐，可能她比我小也说不定。谢谢甲鱼，但是就是小姐姐她
真的很会说话，他一直反应都很快，能够接上我的话也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，对，很厉害。是的是的，他人确实对很可爱很专业，谢谢如此不迟疑的七夕快乐。对的，感觉他也很友好，感觉啊都不紧张，我开始还很紧张，后来就是慢慢的就觉得不紧张了跟他一起说话。嗯，然后也祝大家七夕快乐，晚安晚安，早点睡觉。15号公演见，18号直播见，这是口袋直播见，然后还有20号是不是公演？嗯，拜拜晚安，谢谢个宝，谢谢可乐没气儿了吧，谢谢如此不吃鱼，谢谢云中绽放的草儿0820，谢谢十，谢谢都策星，谢谢云家小柴已婚版，谢谢灯泡闪闪，谢谢甲鱼 TVT， 谢谢千亿幸福的千亿，谢谢遇见木，谢谢山金今天欧了嘛，谢谢他帕拉提尔，谢谢天天 P， 谢谢静宝，谢谢菲菲君，谢谢杰北卡卡，谢谢五口沉默的狮子，谢谢王小佳啊不是 WXJ， 谢谢向户向鱼向云，谢谢范千里最惨的人，拜拜晚安。